加拿大便利店就是711全家，连锁。这个便利店就是也有，但是很少。就这个黄色的这个标的这个便利店。对，中国也有711。哎，陈冠希老师，嗨，嗨，陈冠希老师，可以跟你合个影吗？跟小孩子一起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我跟你单独合个影。我刚跟你讲了什么？啊，听到我讲话吗？直播吧。啊，直播。直播我骂你吧。啊，没事没事。陈冠希老师骂人了啊。陈冠希老师骂人了，看到没啊？陈冠希老师骂人了。好笑吗？不要文明一点好吗？文明一点好吗？我没拍你，我路过。你刚刚你不是转过来是想我们什么意有思？礼貌对不你对？告诉大家，你下次见到我不要这样了，我你没知有礼道了貌。吗？我们有礼貌好吧？我没那个意思，礼我在这貌，边你待礼很貌就久不会转过来笑。好不好？了。我笑，我说老师很帅，你知道吧？我笑，我说老师很帅，我说老师很帅，对吧？我说老师很帅，没必要啊，老师。对不起，老师，对不起，还在不拍你，不拍你，老师，你还在直播什么呢？你直播什么？你要拍什么？你不能打我，你打我属于犯法。我有打你吗？你刚才踢我一脚，我没打你，你可以看到我找我当地打的律师。你找啊，不是，你找啊，大哥，我全家都在这里了，你不要乱搞，你知道吧？乱搞什么？你这样子不太文明，我觉得你踢我一脚不太好，我们都有礼貌的人。Hey guys，hello，你们好。你再借相，下次碰到我这样的反应，我就会这样。你们看到吗？十万，我的微博有3000万人呢、啊。你想怎么样啊？你还跟着我，我就会这样。我去那边是吗？你刚刚不是走那边吗？不是，对、啊，你问你直播的人，你问你直播的人，的他刚刚往哪一边走，好不好？我跟我小孩子不要乱搞我啊，好不好？没有拍你大哥，我去买伞。我跟我小孩子，我跟我小孩子的时候，不是大哥，你不要搞我。我你全十万人，20万人，我跟现在跟你讲，你下次见到我跟我的小孩子，你不要搞我。我真的没有够了吗？够了吗？我真的没有拍你。够了吗？我过路的大哥。我没有拍他，我真路过买伞的，啊，我没有拍他，我路过买伞的。你没看我一直都很有礼貌吗？我说实话，首先我是见到他，我跟他很友好的打招呼，对吧？然后我也没有拍他的小孩，我一直上面对的是上面，然后他就直接开始怼我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过路的，我又没拍他的小孩，对不对？是不是、啊、陈冠希还踢我一脚从后面？陈冠希从后面踢我一脚，你刚才不知道啊？他从后面踢我的包一脚，啊！他从后面踢我的包一脚啊！对，我也不是狗仔队，对吧？而且我一点都不生气啊！
他踢我，其实我一点都不生气，我是很文明的人，我只是觉得我想让他冷静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本来我想过去买伞去，现在我们只能从别的地方绕过那个便利店了，别再碰到他了。对，我是很理智的人，我在这边待久了，我不知道陈老师为什么这么暴躁啊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暴躁。啊，好好好。而且我也不是狗仔队，对不对？我直播，谁去照他，对吧？只是偶然遇到他了，跟他打个招呼而已。